漂亮。 好像不好，对的，你觉得呢？练，要练到，觉得不好，不好，这里，那专门打到，拿住，不打对步，就，那就投球，这样子投，发球，手发球，手发球，就，就那这来就行，我应该多高多远？就这样子就行，就这白线就是白线，哎，对，可以，白线就是边线，好吧 ，OK。 脚能向上，对吧？对，但是不能离地。能这样子，对吧？可以，不能离地就行。可以，可以。甩出去，手臂甩出去，手臂对，手臂甩出去，不是手，不是这里甩出去，不是这里甩出去，是这里甩出去。篮球，对吧，爸爸？学校可以玩了，学校还行，可以，我不是走走路，你就在走就行。手不要转，不要转手，把手，哎，对，拿稳了，对，漂亮。我拿后面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只要拿得舒服。这样子，边上拿。对，可以，哎，这样子可以，来吧。哎，这样子我手表有点。 又要喷水了，快点了，又要喷水了。你放在包里面，一会儿一忘了拿了，人家就帮你拿走了，捡走了。放在哪里？放在包里。所以哪只脚向前？对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哪只脚向前好？都可以。嗯，应该左右。但是你超过线了。还有吗？你要调整好。 不要低头，不要低头，不要低头。看着，对，漂亮，看着，看着前面，一直盯着前面，盯着。哎，对了，盯着你要发球的人。对，就这个意思，很好了，不要踩线。啊，踩线了。不要踩线，要量好，要量好自己的步伐。不要低头。 OK， 可以了，射门练射门。OK， 我觉得挺好的。7:30了。OK， 再练10个，我们就回去。 OK， 好。不要弄10个，好。10个就太快了。OK， 好5个。好。你说怎么样？可以。
对。看球，你说算就算，那就两个。OK。算不碰地，碰直接碰网的。OK。那就接两个。OK。
刚刚碰，就是交接口。第一碰地还是碰网？先碰地。那好，那就是不算。哦，不算的。啊。好。我已经三个不碰地，只碰网。OK， 好。所以还差两个。好。直接碰网这个。那还差最后一个对吧？对。对，你要盯着球才行，而且不能快。OK 啦，啊，好，收手机吗？先收手机。